你成日你幫使用區攞第一金啦，有咩感覺？哇，好開心啊！好耐冇試過咁大型嘅運動會參加比賽。佢上一次參加全港運動會係幾時啊？哇，都好幾年前啦，係咯，但係好似第二屆全港運動會之後就冇再參加。今屆再參加翻係點解啊？今屆因為叫做翻嚟香港，所以係啦，就比賽翻係。平時有冇點樣練啊？呢一個？平時都比較少練，因為工作上比較忙，係。咁點樣 keep 住呢個水平啊？點樣 keep 住？通常就希望就係放完工之後就過嚟，即係叫做近啦，屋企住啦，咁就喺呢度練比較多咯。哦，即係自己放咗工過嚟練鐵餅。係啊係啊。咁即係屋企你有買鐵餅？屋企就冇買到任何器材嘅，主要都係靠翻呢度啊康文署提供翻嘅器材。睇下平時練係自己一個練定係同 friend 一齊？多數都係自己練，因為唔係夾到咁多時間。會唔會好孤獨啊？成日都自己呢個運動又唔算係。呢個運動係比較孤獨少少嘅，抌出去就自己執翻，所以就比較孤獨少少咯，係啦。但係咁中意玩嘅原因係咩咧？都因為由細都玩到大，係中學初中開始玩，玩到而家都應該有十零年啦，係啦。初中係因為學校所以玩。係啊，初中因為學校叫做諗住入田徑隊玩下，跟住就開始就集鐵餅咁。哦，集鐵餅係你主項嚟嘅。係啦。你嗰時有冇參加啲學界賽啊？學界都有參加嘅。你嗰係邊間學校？有讀過兩間，一間就喺呢度附近嘅，一間叫孫道會書記中學，另外一間喺柴灣嘅張振興康文書院。哇！係啦。你張振？係啦係啦。有冇攞過啲咩獎啊？嗰陣時？嗰陣就都有攞啲獎嘅，係咯。嗰時張振興好勁喎。張振興 OK 㗎，係啊，應該係係咯。都破紀錄，破紀錄，學界紀錄，係啊，係咪講邊一年啊？三個區都曾經破過咯，咁犀，係。